你们两个今天穿的是姐弟装，调你的调料去。我从要当姐姐。那你想当什么？昨天是你送我回家的吧？是司机，我就是把你送上车了。好，司机送我回家。 还帮我准备的新酒汤，还帮我把冰箱里的东西都换了。记得给他五星好评哦。对了，昨天断片前你说你想要，啊，送你了。这可是我最珍贵的东西啊！关秀太太，这种东西是能随便送来送去的吗？ 你要是不要，那我送别人。不是，现在的小男孩都不喜欢篮球明星了吗？这可是编号23252，很贵的。你要是不要，我送别人了。我喜欢。什么？你喜欢什么？火锅。你喜欢火锅？那我们就吃火锅呀。你看看熟了没有再吃。 没事，我给你们。说，哎，我说，你不要光顾着吃火锅了噻，你也帮我想一想，老哥跟老大说，就是才能让他相信这个信封的事儿。